喜欢你，无论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哦，群山似海的光芒，来不及幻想，晴朗绽放。倘若你和我都一样，他们喜欢的是霸道总裁，所以偶像剧的男主是一个很好的方法。看来秦医生想学的不是这个呀，这我可以教你啊。我还是去学我的回杆。先学这个。那么多人看着呢。怕什么？或许那些偶像剧的男主没有教会我们太多的道理，所以我们换一个方法，试试看这样怎么样？你要是真喜欢我，就不会怕被我打分。那看来我得给你打个分了。To be or not to be is a question. Yeah, what's your name?